Area 是平均律音响潘志强先生的最新力作，单支重量达到了21公斤。为什么会这么重？因为采用了高强度高阻尼的复合树脂浇筑双层箱体，箱体很厚，谐振性能很好，毫无响声。千年隼先生向中国立体声订购的平均律 Area 扬声器到了，很快他就替换下了原来桌面上的英国 Harberts K6 扬声器。单元方面采用了两分屏两单元设计，1寸加5寸，均为陶瓷振膜单元，导向管在背后，且与箱体浇筑时一体成型。 Area 标称的灵敏度是86分贝，比我想象中要容易驱动的多，因为它的阻抗变化不大，搭配只有90瓦输出的日本金嗓子最入门款的1270合并机，已经可以获得不俗的听感，尤其是低频的那种 punch 感和宽松度。阿谦的听感是，尽管使用了陶瓷单元，却依然鸣放出厚暖的人声质感，与预期的冷薄完全不同。顺便说一下，他在扬声器的上面和下面进行了多层谐振处理，上面有农夫的吸振老鼠和 Eichmann Topper 的压顶，下面还有红花梨的电板、Sunshine 的金属避震板，还有欧亚德的复合避震铰钉，三层加持，怪不得低频和中高频一样那么舒展。Thank you.
Area 虽然不是全屏线性相位的设计，但在分屏点选取以及分屏形式上下了功夫。相位的线性范围很宽，在人耳敏感的听音范围内没有明显的相位变化。听过 Area 的人都承认低频非常出色。其实做好书架箱的低频尽管很困难，但受益的不单单是低频，中频也会变得饱满，否则人声就会缺乏共鸣，显得单薄不耐听。显然这不是潘老师喜欢的声音。Must be a million boys living in a great big city. I know that one of them is just right for me. I look up, dow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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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around searching. I know he'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. I know somewhere somebody looking for somewhere somebody waiting for me.这对扬声器外观非常漂亮，一眼难忘。据说有9种外观颜色可以选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据说捷豹绿不错。顺便说一下，除了白色是原价之外，其他颜色都要加1500元。